如何办个香槟趴？Terry， 你今天要带我去哪里喝下午茶呢？下午茶？嗯、我带你去一个更特别的 After Pain。After Pain 那是什么？赶快带我去吧。OK， 走。好神秘的 After Pain， 原来是个下午的香槟聚会 ，Afternoon Champagne Party， 简称 After Pain。想办个私密香槟趴，并不只是选香槟那么简单。首要当然是有个独立隐秘的空间，可以让宾客更放松自在的享受。其次要准备好香槟杯，通常有四种常见的专业杯，分别是优雅的 coupe、常见的 fruit、隔绝温度的 double wall 以及新型无杯梗的 stainless。还有香槟一定要冰镇喝，如果来不及冷藏，就一定要准备冰桶。香槟等级不同，价钱差异也大，最好先有基本认识。香槟最入门款有 NV， 那就是所谓的无年份香槟，它在价位上比较能被负担得起。那再来就是 Grand Cru， 就所谓的顶级园。那以法国香槟区来讲，大概有300多座。葡萄园，那顶级园中间只占17座，所以顶级园是比较珍贵的，也是算是最好的。那 Rosé 来讲，它是粉红香槟。那粉红香槟它最主要的酿法其实就是黑色的葡萄，然后含着果皮一起去压榨，所以它颜色会自然的渗透到酒液里面，那产生所谓的粉红色，那也是比较珍贵的一个酒款。那 Vintage 年份香槟就是法国香槟区他们会依每一年不同的葡萄的收成，然后依照它的品质去挑选不同的好的一点的年份，然后来做成所谓的年份香槟。那最特别的就是一种白种白香槟，那它只使用白色葡萄，那种类是 Chardonnay， 那100%的 Chardonnay所酿成的香槟就是我们所谓称作白中白。搞懂了香槟的分类，大家一定口渴了，赶快来开瓶吧。你当然也可以这样开香槟，如果你是 Sebastian Vettel， you are the world champion， the world champion， well done， enjoy it。 全球每年都有上百件因开香槟受伤的意外，专业的开法是温柔而且只发出一声玛丽皇后的叹息，之后将冰镇的香槟优雅地倒到口窄体长的笛形杯中。饮用中看到气泡数舞动，品香槟一定要眼鼻口耳心去体会才够嗨。香槟趴嘛，第一个可以认识到很多不一样的人，然后可以品尝到很好喝的香槟，再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气氛，大家就可以在里面非常 enjoy。 开趴当然也要准备一些下酒菜，水果、甜点、海鲜都是香槟的好朋友，其次草莓、坚果、饼干也不可或缺。搞懂办香槟趴的撇步，三五好友找个下午时光偷闲，祝你也有个精彩的 after pain 哦。